值得二七。嗯，再等三分钟半点的时候，然后带大家进去看展，好吧？我现在能听到吗？可以，能听得到。大家好，现在说话是我们北京线下组的成员。对，是成员，是今天来这边帮忙的。能看到吗？网络流畅吗？网络是流畅的，对，我用那个没有声音。流畅的话，大家可以打丽丸生日快乐，让我们看到一下。好的嘞，流畅的是吧 ？OK， 那十二点半我们准时带大家进去看展，还有两分钟。哪个是人数啊？啊？哪个是人数啊？这儿97。嗯。姐姐，姐姐，是那个姐姐。还有四十秒，小心点。能看到是吧 ？OK 了。嗯，差不多吧，晚上半点。到了到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是我们刚进来的，然后可以看到的一个画面。然后我们从这边进，这个是。看，这两边就是进去的这个走廊，然后两侧都是丽丸的照片，还有人形立牌。先带大家看一下，然后，哎呦。对，然后这边也是，这边两侧都是丽丸往年演出的照片，还有从小到大的一个照片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有美颜这个东西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工作人员，然后后面我们有来看展的朋友，就是说可以在这边登记，然后等一下我把美颜关掉哈。哪儿关的呀？你先把镜头对着那边。等一下，我把美颜关一下哈。对不起，一键没中，重置。OK。然后这边是我们进来登记的地方，还有消毒都要在这边。对，这些是两侧的照片。
然后我们进来之后第一个看到的地方就是这儿，这是一个互动区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呢就是有这个白色的小球，可以自己对自己画这个球，那这个球画完之后就是它是接在这个，这是一个锡箔纸，然后就接在这个上面，你可以插在上面也可以带走嘛。对，这是我们第一个就是互动区，然后看现在有，对，有胖姐姐在这边，对，已经在这边开始 DIY 她的小球了。然后这是第二个，就是一个甜品区啊，当然是甜品区是不可以吃的哈，我给你们放一个远景看一下，就是整体吧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对，然后我给你们拉近一点，拉近一点给你们看看那个蛋糕好吧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细节的地方，很漂亮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嗯，这个是一个大的，然后上面是我们小的甜品台的东西。对，还有这个，对，然后这个这边是它的立牌。然后这边我们的墙上，对，都是布满了丽丸的照片的。哎，对，你们帮我看一下，他那个美颜是关了吧？都是关了，关了就好，关了就好。对，然后这边是都是一个我们的照片，然后我带你们看这个区，中间的是一个置景。哎，然后带你们看一下全景，我们这边有这个灯牌是。对，玩有引力，未来可期。然后这边是整体的这个中间的置景是这，大概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我们那边也有灯牌，带你去看一下哈。可以放一个立丸编舞同学，有的有的，我们一会儿带你去看哈。对，这边也是引力星球邀你玩游。对，是这样的。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留言墙，它整体大概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中间有一个翅膀，就我们可以在那儿拍照。这样的，然后我带你们看一下，我们有银色的笔，但这些都是我们粉丝们在上面的留言。然后听到 China 了是吧？对，我们有在放。然后这些上面都是丽丸从出道，从作为舞蹈老师，还有说编舞师出道他的作品，还有说他是这些年的一些经历吧。然后从那边一直到这儿。但最后一个就是作为 Into One 的成员出道啊，就是在这儿啦。对啊，一面墙的履历，看这边都有我们胖姐姐们写下来的。超级长超级长。
然后我们这边还有我们还有正在写留言的胖姐姐，我们去敲一下她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看，这儿有我们正在写留言的姐姐。Hello，Hello， 在这儿，在这儿。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，拜拜。哎，然后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我们这儿有一个就是来自突然入境，对，是天津，我是天津过来的，对，从天津赶过来的姐姐，然后买了一束花。我买了一束花，其实是送给慧这边的工作人员，因为丽媛最近的那个祝福收获的太多了，我觉得大家把她宠得太坏了，所以我把这个花送给这两天辛勤工作的咱们的环慧的姐妹们。谢谢，然后。有没有什么想对丽婉说的，也可以在这儿讲一下。就是对她的生日祝福吧。我的画风可能不太一样，是直播。是直播的，没关系。首先是祝丽婉生日快乐。然后，最近我觉得这两天大家又像过年一样，特别开心。然后，我作为一个舞粉吧，还是希望丽婉，腰伤能够赶快康复。康复了之后呢，可以，继续跳舞练舞，然后因为艺术家的道路还有很长要走，就是好日子还在后头呢，对吧？好，谢谢你们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好，然后看这边都是我们姐姐们写的留言，然后现在我带你们去看丽婉的，我们这儿有一个星球区。这每一个星球里面其实都有一个正在放映的，其实都是同步的，带你们看一下哈，都是丽婉这些年，带你们看一下都是编舞的作品。我带你们看一下，然后，对，这边呢，就是其实每一个放的都是一样的，我们一共有五台机器都是在放这个丽婉的作品。
带你们稍微看一下全景吧，也是应该站在这个区域看的。是这样的，这个是我们的星球区，就是一共是五个星球，然后带你们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展览的全景。啊，现在也是，看有胖姐姐在那边留言，也就是说这个星球区的白号就是很各角度。都是可以看得到，就是这个视频的播放。对，然后中间这个置景还没有带你们看。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中间的，对，然后好多新进来的胖姐姐们是吧，好多新进来的引力，我带你们再重新看一遍我们那个大门口，就是很好看很好看，我现在带你们去重新看一下。就是我们从进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就是好多新进来的是吧，我带你们重新再走一遍这个展哈。这个就是我们进来的第一个画面可以看到的，就是有这个玩游引力玩这个东啊引力星球的，不好意思，那就是这个。然后那你们走进来呢，就是有一个小的也不是小吧，蛮大的这个走廊。这走廊两侧呢，就是摆放的都是。哦，对，大海报先带你们看一下。这个是我们进来然后在整个场馆的外面，然后会就是都外面直接可以看得到的，有一个大的生日海报，对，很像婚礼现场对吧。然后这个就是进来，进来之后两边是照片和人形立牌，然后这个是我们进门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边给大家登记，然后应援礼包也是在这边领取。对，我们刚进来的刚刚没有看到的，然后带你们再看一遍。这个呢是我们第一个就是进来就能看到的，就是一个互动区。然后我们这边有这个白色的小球，然后我们可以自己 DIY 之后再放到这个互动的地方，就是大家组成一个星云交际嘛对吧，就是对，然后我们打招呼吗？对，可以打招呼的。还有我们这边有，对，有胖姐姐在这边 DIY。然后这是我们的甜品区，这是甜品区。然后对，刚刚已经走过一遍，然后带你们再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里面的细节的地方，可能是一个主体的一个蛋糕，是长成这个样子，很漂亮很漂亮。
对，然后这边是小的一些甜品台，嗯，然后这边也有，嗯，都有幸运丸，这些都很就是细节做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然后我们底下，那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是 Liki Malu， 然后还有这个饼干，然后做自己，对，那你们看一下，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留言墙。留言墙呢就是上面的字是立完这些年的履历，非常长，非常好看。然后这边有我们的胖姐姐在给立完留言，写对立完的生日祝福。对，带你们看一下这个翅膀。这个翅膀呢是我们可以站在这儿拍照的，哎，然后翅膀的两侧呢就是我们的留言墙，就是有很多胖姐姐的留言。带你们看一下，这边也有，这个转角也有。对，这个翅膀是立体的，是这样，带你们看一下，是立体的。然后这边也有。然后最后就是作为 Into One 的成员出道，然后现在带你们看一下这个，这个呢是我们中间的一个置景，然后这边有灯牌，这个是引力星球邀你玩游，然后这个呢是中间的一个置景，也可以在这边拍照。然后这边两侧灯牌，然后这边是玩游引力未来可期。然后再带你们去看，还有一个最后就是我们的星球区。星球区呢一共是五个星球呢，就是在播放立完这些年的舞蹈的一个视频的剪辑，然后这边有胖姐姐在这儿看，我带你们看一下，整体大概是这样。然后这是最后一台，然后每一个播放器都是坐在这个星球里面的，就很好看，真的做得非常用心。然后包括这边也都是立完的照片，
对，然后这些照片你看到了吧，就是这一面墙都是，然后那边墙上也是，包括我们进来的那个走廊，对，这些要谢谢，真的要谢谢提供照片的站姐，还有网宣组的考古小分队，真的他们很辛苦，他们真的就是这些照片的提供者，真的谢谢他们，我们要谢谢他们，好吧。然后这现在就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展览的全貌了，然后现在基本上是这个情况，然后那我们今天直播呢就差不多结束啦，那我们就把直播定格在这儿吧，好吗？好，谢谢大家，哎，照片会拍的，然后，那我们今天，那我们就一起祝丽丸生日快乐吧，好吗？然后，希望他身体，然后早日康复，就。哎，我看到你们发的弹幕啦，那今天直播就先到这里啦，对，下播了，因为今天主要是带大家看一下整个展览。哎，那拜拜，祝丽丸生日快乐。